阿东，明天我来，我买双羊牌，今天给你做两个热乎的菜。要得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好的，今天这碗羊排啊，做两种口味的，一半手把，一半红烧，开干，清洗一下。羊排分开，这块是手把，感觉了，兄弟，简单分一下。加入清水浸泡一个小时，泡出血水。哦哟，还抢啊！那么对，浸泡以后放入汤锅，葱姜、高度白酒、白芷、花椒，加入清水，小火炖一个半小时。红烧的改成小坨，阿公点火二，要再开干。凉水下羊排，下入葱姜、料酒，烧开热水，切点葱姜，大概上来香叶桂皮、高尔皮、海椒、花椒，出水后捞出来洗干净，不刷空气下羊肉。先干炒哈，这样烧出来的羊肉就不膻。起锅没有？锅烧菜籽油、猪油、羊肉回锅，放入香料，来点豆瓣儿，炒出红油，再加入清水，腌爆羊排，来点生抽提鲜，烧开转小火煮40分钟，时间到了，放点盐巴，大火烧热。阿公烧熊点儿，差不多了，要留点汤汤，放上蒜苗。鸭子来起锅，再点缀香菜小葱，红汤羊肉送你们。看到我汤很彪，把火煮熟的，点缀香菜葱花，手把羊排送你们。就这个一排两位，我后劲两瓶，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。来呀，我请哦，要得很个。哦，那王王先整块红色的嘛，80磅。哎呦，好大盒。哎，包子，低点三分能不能？嗯。哎，收手过了。哎哇，整块手把的，我一试就脱钩了。哇塞！哎呦，太棒了！来点韭菜花儿，哎，80磅。这手把羊排必须用手拿着吃嘛？是吧？用筷子就是筷子羊排。啊，这个原味好吃啊！这韭菜花是好吃，是吧？这是人家北方的吃法，呼伦贝尔，呼伦贝尔的味道。舒服。哎呦，汤火了，热火了，香闻。哎呀，舒坦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，想付老人请关注我们，我是大美，我们的人，拜了个拜。